你为什么把我微信电话都拉黑了？当初我那么喜欢你，你都没有选择我，现在你找我觉得它有意义吗？我没有不选择你，我只是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。你当时不也是这么说的吗？是会考虑我，找个合适的机会和我在一起，让我再等一等。现在你觉得时机成熟了是吗？我要现在心里没有你，我就不会来找你。现在你心里有我了，可我不想再继续了。要不你再给他个机会，再好好聊一下吧。你们两个在一起多久了？我们两个还没在一起呢，我追了他大半年。这个不算，要不你们单独聊一下。可是我这次真的想明白了，我觉得你挺适合我呀。当你在接受我追求的同时，还和别的男人一起去旅游的时候，我就真的觉得我这些努力挺对不起我自己的。可是我这次真的想明白了。你现在想明白了，我当初有多少个瞬间希望你可以站在我的身边选择我？凭什么你现在一句你想明白了，我就要回头啊？可是你追到一半就不追了，你算什么男人？刮奖刮到谢字就可以了，没必要把谢谢惠顾四个字都刮出来吧。我们就这样。